童子军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在这里，我首先代表香港童军总会，祝贺北极星童军会60岁生辰快乐。香港童军跟北极星已经有10多年的情谊了，每一年双方都有交流的活动，充分表现出两地的友谊、两地情、同军心。要举办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大陆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香港总监，我非常明白中间的困难和不少的问题，但是在北极星伙伴的身上，我完全看不到不可能这三个字，只看到在他们身上，我只看到他们的决心和勇敢不怕难的童军精神。在这里，我在除了再次祝贺北极星之外，我也非常期盼再过10年，在他们庆祝70周年的时候，他们能够再邀请我们香港童军总会同我们的童军过来，一起跟北极星的伙伴们一起的庆祝。谢谢大家。张志新总监颁赠香港童军总会100周年纪念银章给北极星童军团林茂荣顾问，请林茂荣顾问上台接受颁奖。为表扬北极星童军顾问林茂荣先生对香港童军运动的推动和发展不遗余力，香港童军总会特意颁发香港童军100周年纪念银章。北极星童军团顾问林茂荣先生过去10年积极推动港台童军交流活动，训练，还有林先生也多次接待我们香港的同军伙伴在台湾交流，他们的款待让我们感受到台湾同军伙伴的热情，并且给我们有机会学习台湾的文化。今天香港同军总会为感谢林茂荣顾问对本香港同军总会做出的贡献，特意向林先生颁发童军100周年纪念银章，以示表扬，感谢林茂荣先生。ただいま、香港ボーイスカウト連盟より、香港ボーイスカウト100周年記念銀賞を、北極星ボーイスカウト林防衛顧問に贈呈いたしました。